两朵灵芝，谁是杂草，谁是仙灵。青竹、展燕都布置好了，随时可以行动。黄土城人已经跑了大半了，事迹也没什么。青芝，拿下这座城也比不上你出趟关啊。赵关寿现在死守关门，我出关反而会打草惊蛇，耽误了我们在黑石城的大事。再等等看吧。这一回我要让黑石城血债血偿。你帮我个忙呗，我帮我起个稿，我想给这把刀做个头带。你放心，不要你做，你明儿就去买个皮子，我自己做，我照着你的稿子做。想要什么样的？好看的。我是说，想把刀怎么挂？挂这儿，然后这可以做一个绑腿。要绑腿干嘛？刀重啊，这样能平衡一下。
等我一下。跟我来吧。干什么？量尺寸啊，皮尺在这里。有那个必要吗？长了就截呗。那短了呢？先接啊。来吧，怎么样？把衣服打开。怎么了？哦，来，站直。手张开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你喜欢我这件事儿？干嘛？以你的性格，那等你说出口，得等多久啊？又或许你觉得孔阳的事情才刚了结，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。但我真的就想有话直说。我今天喜欢你了，我今天不说出来，我心里不自在。暗恋不是我风格，你要是拖半年。这半年我不得憋死啊。所以我就找了个折中的办法，咱们就各退一步，互相尊重，我呢就照顾到你的节奏，你呢就让我心里踏实一下。你承认你喜欢我呗，然后按照你的节奏，行吗？刘雪，有那么难吗？又不违心。说出来就要往前走，不说还能往回退啊？为什么要往回退？你想什么就去做什么，你不去考虑太多事儿。可刘希，我能喜欢你吗？我不吃人。你真没想过吗？
其他的咱们不考虑。到现在你记忆还没有恢复，如果你真的有爱人，有一天你想起来了，你们团聚了，那我呢？我该去哪儿？刚还没量完。东哥，七姐，小柳，小柳醒了，意识已经过去了。飞桃，醒醒，小柳醒了。现在头疼吗？不疼。那身体呢？有什么感觉？没感觉。看得清吗？四、二、一。我说的对吗？最难的坎儿已经过去了，你们之后到黑石城再做个复查就行了。这几天很重要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没事，谢谢医生。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也许是回光返照呢。你别胡说八道。哎，西姐，别对我太凶了，我这个头现在经不起刺激。知道了，你的头现在比金子还贵。哎呀，我西姐脸色不太好，谁欺负你了？哎呦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哎呀，西姐，你也别让我太感动了，我这个头现在也经不住感动的。小柳，会好起来的啊！你看你堂哥，我眼睛都好了。对不起。哎，刘喜，你听我说。你要说什么？你是觉得我没有听懂吗？字面意思、弦外之音我都理解透彻了，你还要说什么？没事了，撤了。你想什么就去做什么，你不去考虑太多事儿。可刘希，我能喜欢你吗？你真没有想过吗？到现在你记忆还没有恢复，如果你真的有爱人，有一天你想起来了，你们团聚了，那我呢？我该去哪儿？小柳现在好多了，七姐说我们还是住一起比较安全。住一块儿也行，反正这鸡在这守着呢，安全啊。哎，老高，你过来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哎，
坐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跟这个小柳啥情况啊？我看人家都是分分合合的，你们俩好像也没合过呀。我们俩不是那种关系。七爷安排我保护小柳，但他最烦我惯着他。那你心里是咋想的？我。我真不知道。哎呀，西姐，你真是来帮我收拾的。嗯，哎，太好了，总比一只眼就看到那个人强。哎，西姐。过来陪我聊会儿，哎，陪我一会儿。坐过来，坐过来。你跟高深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头！哎呀，哎，能不能不要提闹心的人啊？我会头疼。你要真不喜欢他，你就告诉他，大不了你再直接找个男人，让他断了这个念头。我也想啊，可东哥又瞧不上我。那你再接再厉啊，西姐，你埋汰我呢？你都把人家给占了，还让我再接再厉？我什么时候占了？这个还不明显啊？哎，西姐，这东哥嘛，人是闷骚了点，但这个闷骚啊，比花心强太多了。那花心的到处勾搭你也受不了。哎，别觉得我说话奔放啊，我啥人没见过。闷骚是什么样的？就我东哥那样啊，不轻易动感情，动了也藏。但是呢，他真认定了你啊，你甩都甩不掉。这不跟高深一样啊？他跟东哥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，好吗？你别激动，小心头。现在不想说，以后再说，好吗？不行，就现在说，就事论事。我干爹对高深他爸有恩，他爸重病，我干爹包了他爸的住院费、医药费。高深觉得心里感激，就过来做了我干爹的保镖。我呢，乍见他长得有模有样的，也跟前跟后叫过几嘴生哥，这不少女怀春吗？他也没咋搭理我。结果有一天，我突然之间听到我干爹跟高深说，等我长大了想让他娶我。这不开玩笑的吗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干爹还想着包办婚姻呢。然后呢？然后高深就开始突然处处都对我好了。西姐，老实说，如果高深当时就怼我干爹说我爱什么样的女人我自己做主，我还敬他是条汉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这算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自己都没搞清楚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哎，这买个汽油啊，比登天还难，一大叠钱才坏了两箱，还现在拿不了，等着晚上去取。你没事了？够逗的啊，这帮人还跟那看电影呢。哎，我说你们这都有啥片啊？有没有那妖魔鬼怪的片啊？人把我骂了一通，说日子过成啥样了，还妖魔鬼怪的片儿。你这不活该吗？这关内最不缺就是妖魔鬼怪了。你就没找着一点有感觉的硬货啊？哎，有哎，我看见一个残缺的侍女像。我奇怪，这儿怎么会有呢？缺胳膊少腿儿，不过没关系，东方维纳斯拿过去好出手。东方维纳斯是什么东西啊？
哎，叔父，这解释得长了。齐姐，咱把镇山河给卖了。刘刘，你扯鸡干什么？咱现在缺钱呢。我就跟他们说，前一阵子闹鸡瘟，这儿的鸡都死了，那肯定是镇山河最值钱的时候。那你问问他愿不愿意。 这事还小点，你怎么下床了？出来透口气。跟医生说了吗？哎呀，医生说可以，小心点就行。哎，感觉怎么样？嗯，现在没什么感觉，但是东哥，我总觉得那个什么可怕的东西，血块压迫神经，提前步入老年痴呆，都在为来路上等我呢。你别瞎想啊，医生不都说了吗？你没什么事儿。
下隐藏的魔鬼。命运的迂回，用真相化作那轻的壁垒。当封存的记忆随那风沙而沉睡，选择继续为征途坚定无畏。当规矩的世界与平行现实相配，让彼岸蔚蓝面散场相爱。似是而非，四下脱腿寻时间沉醉，瞬间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只有踏入乾坤，哪怕前途是轮回，只为问心无愧。瞬间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。